很喜欢在自然光下去捕捉乔乔的表情，因为他的眼睛我觉得很大、很清澈、很可爱，所以我觉得每一张照片都是爸爸爱的视角。自然光能够呈现出不做作的真实色彩，所以我觉得太阳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打光师。一般室内拍照的话限制比较多，通常居家的灯光不是偏黄就是有点死白，很不真实不好看。那这一次趁着大扫除，我就把家里的灯光就全部都换掉了，新的光源接近自然光，舒适不闪烁，高衍射性的光源就像户外的自然光，让我随时可以进入乔乔的成长，清晰不失真，同时呈现最真实的色彩，就好像最厉害的打光师在我们家一样。即使不用美肌 APP 或者是修图，我随时都能够捕捉乔乔最自然可爱的笑容。真光彩，护眼真光彩，德国创新科技，台湾制造。